豆角焖面到底先炒豆角还是先蒸面条呢？怎么做才更好吃呢？这是在超市里买的一斤二两式面条，面条比较长，可以把它扯断，然后放两勺食用油翻拌均匀，这样蒸的时候不会粘连。把面条铺在蒸笼里，用手摊平，水开上锅蒸十分钟。洗净的豆角一把，掐去豆角尖，然后掰成小段，放碗中备用。五花肉约半斤，切成薄片，用五花肉做焖面，吃起来特别香。大葱一节切成小粒，生姜一小块切成片。准备一个小碗，放半勺花椒，一小把干辣椒，八角两个。锅里放油，把大料和辣椒放进来，一定要小火慢炸，用铲子不停地翻动，炸出香味，炸至香料变色，捞出不用，倒入五花肉，小火煸炒，炒出油脂，这样吃起来更香。倒入葱姜，继续小火煸炒，炒出葱姜的香味，放一勺料酒给肉去腥增香，适量老抽调色，翻炒几下，炒出老抽的酱香味，把豆角放进来，快速翻炒几下，豆角炒一炒，味道更好吃。倒入热开水，热开水与菜持平就可以了。下面调味，一勺蚝油，一勺生抽，少许十三香和胡椒粉，少许鸡精，少许白糖，综合一下味道，盐稍微多一点。豆角焖面汤汁要稍微咸一点，锅内水开后煮一两分钟，盛出一半汤汁放入碗中，锅内留一半汤汁，放入蒸好的面条，把碗中的汤汁均匀地淋在面条上，这样面条更入味。盖上锅盖，小火焖五分钟左右，打开锅盖，用筷子把面条和菜翻拌均匀，让面条充分吸收汤汁。新手朋友切记这一步，不要把汤汁烧干哦。然后关火，盖上锅盖，再焖三分钟，这样面条更入味，口感更佳。最后放适量蒜末，翻拌均匀，面条与大蒜简直是绝配，面条鲜香又入味，有菜有肉有主食，吃一口就停不下来哦。我是小西，喜欢就关注我吧。快手，洋葱炒蛋到底是先炒洋葱还是先炒鸡蛋呢？怎么炒才更好吃呢？洗净的洋葱切两半，再改刀切成块，把粘在一起的洋葱块用手分开，放碗中备用。青椒一根切成块，爱吃辣的可以用线椒代替。小米辣四根，斜刀切马蹄块，不爱吃辣的可以用不辣的红椒代替。大蒜几粒拍扁，再切几刀。再准备一个碗，打入五个母鸡蛋，加少许白醋去除鸡蛋的蛋腥味。锅里放油，油热放鸡蛋，鸡蛋炒成大块，不要炒得太碎，那样吃起来没口感。锅里放少许油，放蒜粒和小米辣，炒出香味，放青椒和洋葱，小火慢炒，炒至时间不要过长，炒至洋葱刚断生时，加适量盐，蚝油半勺，生抽两勺，香醋或陈醋半勺，倒入鸡蛋，这时候要开大火，快速翻炒，让调料与食材充分融合，翻炒均匀即可出锅。鸡蛋鲜香入味，洋葱清香爽脆，好吃又下饭，喜欢就关注我吧，谢谢。炒牛肉怎么做才能嫩而不柴不膻又好吃呢？有什么诀窍呢？炒牛肉首选牛里脊或者筋络少瘦肉多的地方，顶丝切成片，不要切得太薄，如果太薄炒的时候容易散开。切好的肉片放清水中浸泡十分钟，泡出血水，把血水挤干净，放一点盐增加底味，少许小苏打让牛肉更嫩滑，老抽上色，白胡椒去腥增香，充分抓拌均匀，让肉片充分吸收调料。然后放小半勺玉米淀粉，少许清水，水淀粉包裹在肉片表面，锁住肉片里的水分，使牛肉更加嫩滑，但是不要放多，以免影响口感。再放点食用油，防止炒的过程中肉片粘连。准备一些配菜，姜片、蒜片、干辣椒段、洋葱丝、青椒丝，调个料汁，一勺生抽，小半勺蚝油，少许白糖，盐味重的再来点盐，少来点料酒，搅匀备用。热锅凉油，开中火，不等油热放入肉片，一次不要炒太多，把肉片快速划散，所有牛肉一变色就立即盛出备用，炒的过程也就一分钟左右，这样能保证肉片的嫩度和口感。如果牛肉继续留在锅里炒，就会出水，牛肉就炒老了，盛出来的肉片还没有完全炒熟，肉片的余热会把它里面的生肉进一步焗熟。锅内倒油，放姜蒜片和干辣椒段，小火炒出香味，放入肉片和配菜，倒入刚才调好的料汁，
开大火快速翻炒，让食材充分吸收调料的味道，翻炒均匀即可出锅。切记不可炒制时间过长，否则会影响菜品的口感与色泽。牛肉滑嫩鲜香，不膻不腥，青椒鲜美脆爽，搭配米饭真是绝配。我是小西，喜欢就关注我吧。